尊敬的梁振英副主席，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啊，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全球新形势香港再出发的研讨会。那么昨天我看到新闻啊，我们习近平主席会见李家超先生啊，香港新的特首。那么习主席专门提到，香港已经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那么我个人也为香港实现这样的转折感到高兴。相信香港在新特首的领导下会越来越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俄乌冲突看全球新形势。那么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就是这场俄乌冲突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国际影响。那我讲的内容呢，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机构。我记得大概是2个星期十几天前，我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他这样说：说美国今天这个社会啊，危机重重。他举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民调。但突然呢，他说我们发现我们的对手，就中国和俄罗斯，情况比我们还要糟糕。中国呢，疫情开始失控了，在上海，现在北京也有问题。俄罗斯呢，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呢，打得很差，很糟糕。背后呢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比我们还要大。那大家发现没有啊？就西方媒体，变得越来越不靠谱，虚假、短视。假新闻、傲慢，结果是反噬自己，而且政府往往又根据这样的信息来做决策，结果犯下很多很多的低级错误。你看，这次西方又要失望了。北京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上海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北京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上海从明天开始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生活，像今天已经开始恢复，但明天正式开始。那么，在中国模式下边，我们的困难，我认为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的成功是长期的、全局的，是改变世界格局的。那么，俄罗斯这个军事行动啊，在乌克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你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一直是唱衰俄罗斯的，歌颂乌克兰的胜利，歌颂演员总统泽连斯基，但这次他们也失望了。像这个大国啊和小国是不一样的。小国啊，你造几个谣，放几条假新闻，老百姓就上街了，政府就垮台了。但像中国、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它是有战略定力，它是稳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各种谣言、各种短视、各种虚假信息，所谓舆论战，最后不攻自破，因为真相变得这个，非常清楚。那么关于这个俄乌冲突啊。实际上，我是观察这么3个角，一个看军事。那么前几天大家可能跟踪这个战局的话，就是这个马里乌波尔战斗，就那钢铁厂啊，这个胜利非常重要，就乌克兰的精锐部队投降了。那么这个对乌克兰军队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第二呢，我是看就是北约他要援助这么多的重武器，他能不能这个武器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重武器进了乌克兰之后，几乎都是被摧毁掉的，被俄罗斯摧毁掉的。所以我基本判断，只要美国不敢下场，那么俄罗斯就有制空权。所以军事上，俄罗斯是占上风的。第三呢，就看美国的金融制裁、经济制裁是否有效。那么，普京总统的一个卢布结算令啊，把卢布和这个天然气挂钩。应该说，基本打败了西方的这个制裁。这个呢，我待会儿呢再进一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那么上个月啊，就是我碰到一个美国学者，我们视频交流。那么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中国这个不制裁俄罗斯，不谴责俄罗斯？”我说啊，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向阿富汗人民谢罪，还没有向伊拉克人民谢罪。还没有向叙利亚人民谢罪，还没有向利比亚人民谢罪，你们怎么有资格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真的十分同情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乌克兰两国人民都是中国的朋友，我们希望他们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这个办法。但是，我觉得全世界首先要问罪，美国，我们叫做点火者和供火者。那么刚才讲的呢，是我的一些总的这个看法评论。下面我再具体和大家探讨三个问题，一个呢是俄乌冲突与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呢，看看这个危机，这个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形成的挑战，重重的危机以及对世界的影响。第三呢，就看这个冲突本身对整个国际秩序变化已经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影响。那么，关于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地缘政治因素啊，我在不同场合讲过，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英国有个很有名的地缘政治家叫麦金德，他就讲过，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他就控制了世界。这麦金德这个心脏地带理论啊，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内部关于北约是否要东扩的这个争论。那麦金德是强调东欧的重要性，而乌克兰呢，又是这个东欧这个心脏地带的核心地区。那么在美国方面，主要是两派，一派呢是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他是主张北约东扩的，而且他认为北约东扩一定要覆盖整个乌克兰。那么他认为，只要俄罗斯还控制着乌克兰的地缘政治，那么即使其他东欧国家、中东欧国家都丢掉了，俄罗斯还是会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那么这种俄罗斯的复兴，欧亚横跨欧亚大陆帝国。美国是不能接受，他认为这个会挑战美国的霸权。那么他认为，只要美国能够控制住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可能重建这个欧亚帝国。所以布热津斯基啊，他写过一本名著叫《大棋局》，他里面公开主张，一个扩大的民主的欧洲啊，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 （no ending，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地理上的这个限制。那么与他相反的呢，是像基辛格这样一些美国资深的外交战略家。基辛格呢，他也是研究地缘政治，而且研究得非常到位。那么在2014年，美国在乌克兰策划颜色革命的时候呢，基辛格提醒西方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定要谨慎。那一年的3月啊。基辛格呢，在这个《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篇文章，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西方一定要明白，对俄罗斯来说呢，乌克兰不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国。俄罗斯的历史啊，就始于所谓的基辅罗斯，俄罗斯宗教也从这里开始传播的。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呢，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这之前呢，他们的历史也是交织在一起。西乌克兰人，就乌克兰西部是讲乌克兰语，东乌克兰呢，主要多数人是说俄语的。那么，如果在乌克兰这个政治局面是东部的或者西部的一方试图支配另一方，这个国家就要发生内战和分裂。那么，如果把乌克兰看作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所以他认为呢，乌克兰不应该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前哨，而应该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坦率讲啊，就是回头看，特别从今天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个基辛格还是有战略眼光的。当然呢，这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个冷战后的这个历史啊，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呢，在美国占上风的还是布热津斯基的主张，也就是北约继续东扩，不顾俄罗斯的强烈的反对，不断的通过东扩。那么从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啊，北约已经先后东扩了5次，而且2014年呢，美国呢又通过颜色革命，
推翻了这个亲俄罗斯的这个扬的科维奇总统，然后呢，这个推动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顺便说一句啊，就是2014年这个乌克兰颜色革命的时候，我知道就是19年这个香港这个乱港分子也是非常推崇、非常向往的。那么，当然这个俄罗斯呢，也是看到了西方这样做，他们也以和西方同样的捍卫人权的名义，以民主的名义支持克里米亚通过公投加入。加入这个俄罗斯联邦，而且支持呢乌克兰东部的民兵武装，反政府。那么后来亲西方呢，这个泽连斯基现在这个总统，2019年担任总统，他呢又在美国西方的这个鼓舞下，进一步激化了俄乌矛盾，更积极地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绑上了这个北约战车啊，最后是。导致自我毁灭。西方民主模式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很难选出优秀的领导人，乌克兰也是的，选出这么一个演员总统，我个人认为啊，他把整个乌克兰的前途都毁掉了，搞得不好，乌克兰这个国家都要亡国，很可能一分为三，东部是俄罗斯控制，西部是波兰控制，中间肯定有缓冲地带。一分为三，缓冲地带可能还叫乌克兰。那么，面对北约这个不断的东扩，5次的东扩啊，那么对俄罗斯来说，他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当年这个莎士比亚在他那个名剧《哈姆雷特》里边提出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中文翻成生存还是毁灭？哎，那么我前两天和俄罗斯学者对话。他们说你们这个担心不担心北约东扩到亚洲啊？我说我们绝不允许北约东扩到亚洲，不要说5次，1次都不允许。那么2022年就今年的3月16号，普京总统啊，他做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电视讲话，讲了他发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3个理由。那么他都是一个叫做。抢占道义制高点，他说了3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认为这个要反击乌克兰当局啊，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犯下的种族清洗罪行。那么这个呢，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西方媒体几乎很少报道，但现在呢，有大量的事实、大量的报道，包括西方媒体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做一些报道。过去报道，但是被西方主流媒体给屏蔽了，哎，现在可以看到。是有很多罪行，包括联合国一些机构也谴责过。第二呢，就是他要制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呢，企图拥有核武器。乌克兰因为它是有强大的工业能力和科研能力，当时苏联留给他的，一旦这个被允许发展核武器，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俄罗斯非常担心。第三呢，他粉碎美国发动生化战的阴谋。因为现在俄罗斯已经公布了许多，就是美国在乌克兰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的材料。毕竟美国当年这个打伊拉克啊，也是用这个理由啊，就是在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生物武器、生化武器，发动伊拉克战争。那么后来没有这样的武器，没有发现。那么普京强调呢，这些事件呢。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我们除了自卫，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这次特别的行动。那么，从个更广的历史背景来看呢，实际上这场战争呢，也是俄罗斯民族啊，对这个 Anglo-Saxon 基督教白人主导的这个当代世界体系的一次抗争，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是一种文明冲突。那对于 Anglo-Saxon 人来说呢？俄罗斯人某种上是一种我们中文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那么他们把这个俄罗斯人看作是长着白人面孔的这个信奉东正教的鞑靼人，就是蒙古人。那么这种文明意义上的 Anglo-Saxon 人和俄罗斯民族这个冲突已经是上百年的历史，从19世纪的英国俄罗斯争夺阿富汗，到后来这个。19世纪中叶，1850年，这个克里米亚战争，当时英国、法国、土耳其和俄罗斯打仗，
到后来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等等啊，背后实际上都有一定的这个文明冲突的背景。那么，普京把这个西方美国主导这个帝国啊，称为就是军事帝国、资本帝国、媒体帝国。那么主要是 Anglo-Saxon 人主导。普京又把这个媒体帝国称之为谎言帝国。哎，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也是被这个西方的媒体，这无端的攻击、造谣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所以我们非常理解普京讲的谎言帝国。那么，这谎言帝国要确保，就是某个民族，他们这个民族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哎，所以这个体系最大特点，就现在的国际秩序的特点之一或者主要特点，不平等、不讲理，中文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那么，俄罗斯人呢，曾经多次尝试要融入这个体系。那么，从这个放弃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到苏联解体，到俄罗斯实现全面的私有化，到最后他们发觉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老百姓的财富被美国、被西方、被俄罗斯寡头洗劫一空，他们才开始大彻大悟。但即使这样，俄罗斯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真诚的希望融入西方，他们甚至多次提出，有的说4次，有的说5次要加入北约。但最后呢，都没有成功，都以失败告终。道理很简单，就美国不会接纳俄罗斯进入北约，因为北约是美国控制的，美国控制欧洲的军事组织。如果他允许俄罗斯加入北约的话，那他就促进了欧亚大团结。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美国做的一直是贩卖焦虑，散布恐俄症。那唯有这样，北约才有存在的理由。俄罗斯要侵略你们，要压迫你们，要占领你们，那么它就有存在的理由。所以北约本来就是一个反俄的这个军事同盟，那么它是这个美国控制欧洲的一个主要的抓手。那么刚才我谈了就是俄乌冲突与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的关系。现在我呢跟大家简单谈谈这样冲突给欧洲带来的冲突危机。那么这些危机也可能蔓延到亚洲和整个世界。毫无疑问，这个乌克兰肯定是这场危机的最大的输家，因为这个战争发生在乌克兰，死亡、这个财产的损失主要都发生在乌克兰。那么如果说一个第二输家，我觉得就是欧洲了。那么随着冲突的延续啊，我们看到欧洲经历着很多多重危机同时爆发，首先就是难民危机。冲突爆发后的3个月里边，我看到的资料已经是55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涌入罗马尼亚这些邻国，更多的人还在路上。这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难民潮。美国啊，它是这场冲突的点火者，同伙。但在接纳难民的问题上，会有10万乌克兰难民。但是过去这个3月份，他接收了12个人，到今天5月的下旬要6月了，他现在接到的接纳的难民还不到100人。那么另外还有能源危机，还有通货膨胀。欧洲明明是知道，就是自己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我们叫刚需啊，是一定需要的，但是他还是要为了政治正确。这个摆出我叫壮士断腕的架势，对俄罗斯进行能源制裁。那么欧洲对俄罗斯这个石油依赖是30%左右，天然气的依赖是50%左右。那么现在你们看到欧洲价格，能源价格已经是飙升了。我看到到5月12号，那么欧洲基准天然气合约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2%。所以我自己在欧洲长期生活过，德国、欧洲这些大国，德国、法国，一年中，将近半年，至少5个月是要用暖气的，更不要说这更加寒冷的这个北欧了。哎，那么欧洲政客已经公开的号召民众多穿毛衣，少用热水，少洗澡，那么这已经引来了极大的不满。
同时呢，这个欧洲又遇到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在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俄罗斯还是西方，对于这场战争、这场冲突，谁更加耗得起？我一直说是俄罗斯更加耗得起，因为它有能源，它有粮食。那么，它和所有的非西方大国，包括中国的贸易都在大幅的增加。那么，俄罗斯卢布与天然气挂钩，这个决定，我个人觉得是神来之笔啊！欧洲开始嘴很硬，说绝不使用卢布，但最后只能网开一面，让欧洲公司啊按照俄罗斯的要求购买天然气。现在我觉得真正耗不起的，首先就是欧洲。如果继续这样的通货膨胀，又没有足够的天然气取暖，还不停把大把大把的银子投到乌克兰，看来是一个无底洞。我看再过几个月，恐怕不用俄罗斯策动，到深秋到冬天来近的时候，恐怕欧盟国家的老百姓啊，真的要揭竿而起了，忍受不了了。像欧洲还面临这个我叫做欧元危机啊。美国点燃这个乌克兰战火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打压欧元，一直是推动欧洲资本流向美国。欧元是1999年诞生的，那么后来你看，美国发动战争，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有现在这个美国拱火造成的这个乌克兰冲突，背后都有打击欧元的这个企图。每次是大炮一响啊，欧元就贬一次值，甚至贬很多。这次欧元又遭到重创，那疲软的欧元又推高了欧洲的通货膨胀。那我个人还认为，实际上今天欧洲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和平的危机。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讲过这么一句名言，就人类啊，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训。欧洲人本来觉得自己经历过启蒙运动，经历过这个叫什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崇尚科学、理性、人权等等等等，那傲慢地向全世界推动他这个所谓价值观外交。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欧洲，一个缺乏理性。缺乏科学观的欧洲，不停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欧洲。欧洲大家知道，上个世纪，20世纪上半叶，先后经历2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人啊丧命。那么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欧洲主要国家应该说是痛定思痛啊，达成了共识，要在欧洲建立永久持久的和平。特别是欧洲两个大国，法国和德国，过去数百年啊，这两个大国一直在打仗，最终实现了和解，而且带动产生了欧盟，后来产生了欧元，一度使人感到欧洲真的有可能从此走上团结、繁荣、持久和平的这个伟大的前景。但现在看来，这个好景不长啊。西方民主模式这个缺陷，我有时候叫基因缺陷，决定就是这个欧洲政坛乃至采用西方模式的其他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越来越被这个目光短浅的政客和民粹主义思潮主导，欧洲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那么。实际上，很多欧洲人都非常清楚，北约东扩可能会导致俄罗斯的武力干预。那么，但他们还是和美国一起推动北约东扩。很多欧洲人都知道，一个排除俄罗斯的安全制度，欧洲安全制度不会给欧洲带来安全，但他们还是要支持芬兰啊、瑞典这样的国家加入北约。当然，现在也遇到困难，土耳其在阻止。那么，所以我就蛮有感叹的，就是上个星期，德国总统这个斯泰因迈尔，那么他呢，非常悲哀的指出，他说，
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家园的梦想已经破灭了，取而代之是一场噩梦。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崩溃。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一个主张欧洲自主、欧洲自强的领导人，所以看到这一切，我可以理解他是非常伤心的。像明眼人看得很清楚，欧洲今天面临的这个重重的危机啊，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那美国是靠什么来操控欧洲的呢？讲白了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就是军事控制，就我前面讲的，北约是美国控制欧洲主要抓手。冷战时期呢，北约就美国向欧洲提供核保护伞。北约发挥个什么作用呢？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让美国人进来。第二句话呢是让俄国人出去。第三句话呢是让德国人低头。这就是北约的特点。让美国人进来，让俄国人出去，让德国人低头。那么，这时我想到就是当年这个上世纪80年在香港谈判的时候，我们当时有领导人说，香港97年回归，不需要驻军。哎，邓小平听了就非常怒火冲天，他这是胡说八道。那么后来这个到97年临近的时候，我们的解放军拿出这个驻军方案给小平，邓小平看了说太软了，哎，你还没有考虑英国人万一97年时候最后一刻不把香港交回来怎么办？所以这个强大的国防、国防力量的存在感、人民解放军的存在感，对于维护香港和祖国大陆统一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就是软实力的渗透，美国在欧洲建立了大量的基金会、文化团体、各种各样的 NGO 非政府组织，然后美国的这个媒体宣传、影视产品洗脑了很多欧洲人。我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在二次大战刚结束的时候，你问法国人，我们有民调资料的，这个谁对二次大战胜利做出最大的贡献？多数人都说是苏联，60%左右，只有20%的选择美国，但到2015年的时候，选择苏联的已经下降到了23%，而选择美国的上涨到了54%。实际上，大家生活在香港也，这个确实前2年我们看到这个占领中环啊、修例风波，实际上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策动的颜色革命。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个港区国安法的制定和执行，我叫做釜底抽薪，一下子把整个形势扭转过来，我觉得这非常之重要，否则的话真的是要出大问题。那么最后呢，我就和大家简单谈谈我的一些思考，就关于这个俄乌冲突对国际秩序会产生的影响，或者已经产生的影响。我个人觉得，俄罗斯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已经对世界秩序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从国际社会对于这个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反应来看，看得非常清楚，西方的盟国，美国的盟国是赞成制裁俄罗斯的，参与了制裁俄罗斯的。但是，整个的非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大国都不赞成，都不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他认为这问题非常之复杂。哎，那背后有很多因素，包括我前面讲，就北约不断的东扩，使俄罗斯不得不捍卫自己的利益。那么现在我们看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这四个金砖国家不参与制裁，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等等也不参加，整个的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也都不参加。所以这形成了一个就是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分化，我想这个会是现在开始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特征。非西方世界已经正在成为改变国际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那么关于这个俄罗斯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啊，我觉得它这个目标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军事的。他就是要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中立化。第二个层面呢，
是他想改变今天这个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从美国主导的单极的国际秩序转到一个多极的国际秩序。那么回头你看俄罗斯这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确实是在国际社会是有争议的，但第二个层面的目标就是由这个单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入多极的国际秩序，这个要求、这个目标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支持。那么，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次对俄罗斯实行所谓叫地狱般的制裁啊，包括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储备啊，冻结没收许多俄罗斯公民的海外储蓄和资产。来禁止俄罗斯主要银行使用 SWIFT 国际清算系统，那么宣布俄罗斯央行持有的美元这个债务无效等等，这些行为啊，坦率讲，这个是没有底线，走得太远了，就把这个西方自己倡导的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给毁掉了。那么，普京已经明确说，这些行为构成了公开的抢劫，那么使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遭受信任危机。是的，这个前总统也是前总理梅德韦杰夫也说过，他说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香港是非常熟悉的，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任何市场经济，其上写的什么？尊重神圣的私有财产，即使世界灭亡，但法治会胜利；即使一切灭亡，私有财产继续存在。但他说，今天西方在做什么？他们扣押和处理金融机构，甚至中央央行的资产。好吧，听着，他说这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它摧毁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所以我觉得大致这样，就是俄罗斯啊，今天我们用一个中文表述，叫做是对于美国，对于西方这个经济霸权，整个的一整套东西，俄罗斯有一种大彻大悟的一种感觉，一种认知，就是西方自己都不要他过去制定的这些规则，那俄罗斯还要这些规则干什么？另外呢，就是一方面西方得意洋洋的说用这个金融大棒制裁俄罗斯，使卢布变成一张废纸，使俄罗斯变成一个乞丐国家。但俄罗斯点出了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就这个世界上恐怕实物资产呢，比这个金融资产更加重要。那么俄罗斯实际上是，开始一场掀桌子的颠覆性的革命。我有个这样的形象解决，我说中文里这个货币战争呢，一个字是货，一个字是币。那么俄罗斯就把这货币战争变成了货与币的战争，俄罗斯有货，西方有币，但你这个币啊，买不到我的货，那么这个货与币的战争还在进行之中，究竟谁怕谁，究竟谁制裁谁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出来了。卢布，你看从开始美国这个金融制裁时候暴跌，一直到85%啊暴跌。现在又暴涨，哎，到历史最高了吧？大概是，涨了24%，而且建了卢布结算体系。我看今年有关机构把卢布评成是今年表现最好的货币。那么俄罗斯石油出口量翻了将近3倍啊，油气价格大涨，所以俄罗斯这次赚得盆满钵满。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金融制裁、经济制裁应该说基本失败了。那么，我把这个俄罗斯这次采取的这些行动啊，使它事实上变成了改变国际秩序的，我叫做革命者 （revolutionary）。实际上，其他国家也要改变这个秩序，也想改变这个秩序，但大多数都是改革者，是 reformer。那么改革时间已经蛮长的了，哎，从 G20 代替 G7 啊，包括我们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等，我觉得都是这个旧秩序的改革，这非常重要，而且成功的努力。那么现在一方面是革命，一方面是改革，这两者在高度的互动，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利于改革现在这个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信用在崩溃，随之而来，我觉得整个世界啊都会这个进一步的加速去美元化，加速去 SWIFT 化。那么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的这个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这个跨境支付系统和这个数字货币系统。那么讲白了，金融就是一个信用啊，没有信用，美元就是一张废纸啊。你接受美国的金融霸权，在它游戏规则里玩，那么它当然给你带来不少的便利，但同时呢，它也可以勒索你，也可以洗劫你，哎，所以呢，这个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这次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啊，实际上大部分是隐藏的。最终是要求这乌克兰，要还的，这个债是要还的。但现在从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来看呢，就我前面讲的，恐怕这个东部地区要被俄罗斯控制了，南部地区也可能被俄罗斯控制。这样的话，乌克兰就失去了出海口，就变成内陆国家了。这俄罗斯东部地区本来就是，这乌克兰东部地区本来就是乌克兰。工业区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这样一来，没有出海口，没有这个发达的工业，那么它偿债的能力就会非常低。所以从这个中长期看，我估计西方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考虑，最后甚至可能会这个抛弃乌克兰，然后和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这完全是一种可能呢。那么，另外呢，就是俄罗斯能够顶住西方这个金融制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俄罗斯这个实力啊，可能被这个低估了。我们现在这个一般评判呢，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包括中国的经济规模，世界各国的经济规模，都是用名义 GDP，以美元计算的名义 GDP。那么这样计算下来，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呢，大概是比西班牙还小一点。比我们的广东还小一点，广东省或者将近一个广东吧，这有不同的统计。但是如果你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呢，俄罗斯经济规模是接近德国的。最近有个法国经济学家叫 Sabir，他重新做了个计算，他说俄罗斯经济规模被大低估了，他说应该是接近俄罗斯。那么他也说，中国经济规模如果是根据这个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已经高出美国20%。那么，当然，它这个购买力评价也是一种计算方法，大家都很熟悉。我自己实地考察过100多个国家，我一直认为啊，我自己也更多的用购买力评价。我一直认为购买力评价比美元汇率评价，如果你要看一个国家的真实实力的话，它更加靠谱一点。当然，没有一种指标是十全十美的，这个只能尽量的接近真实的状况。那么现在呢，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信誉也好，美元的信用也好，以及美国整个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实际上都在塌陷。那么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评价，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大的投资市场，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特别在深圳，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要超前思考，要我叫推动后美国时代的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建构。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做法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是一种思想解放。我一直觉得我们要精神上站立起来，我们手中一手好牌。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现在还拥有大量的美元、大量的美债，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用掉了不少，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个人一直主张，就是我们可以考虑推动建立一个平行的，锚在人民币上或者锚在实物资产上的这个跨国这个金融体系。我想，随着这个国际政治秩序走向多元化。国际经济秩序、国际金融秩序也都会走向这个多元化、多极化，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那么从一个更广的范围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冲突啊再次证明了我们这个世界
已经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美国最近彻底输掉了中美贸易战，他希望这个结束这个加的关税。我们觉得你希望打多久，你就可以奋杯到底。他希望结束，美国输掉了对俄罗斯的这个金融战，我想这个就是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后西方时代这个最新的证明。那么我们讲后美国时代、后西方时代，不是说美国不重要了，不是说西方不重要，而是说就是美国和西方不再代表我们叫做时代发展的大势和方向。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都在使用手机。很多人还在用4G 的手机，但是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入了5G 的时代，因为5G 代表这个大势所趋。总之啊，现在我们处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在一个后西方、后美国时代，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但这些挑战也同时也是机遇。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该出手就一定要出手。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俄乌两个国家能够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扰。最终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重归于好，这符合俄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好吧，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感谢张教授精彩的分享，请留步哦。我们这数个月以来的那个俄乌冲突对全球的供应链的影响可是越来越明显。那张教授刚才提到了许多关于地缘政治的、能源危机啊、世界秩序的改变，还提到我们需要创新金融方面的体系，这些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深思一下。我们对香港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歧视呢？我们现在看看现场嘉宾，一定有许多问题想请教一下张教授。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互动问答的环节，我们来看看现场嘉宾，如果有提问的话，请举手示意。来宾介绍提问之前，请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我们有请黄英豪副秘书长。这个张维维教授，非常感谢您刚才很精彩的发言。我是黄英豪，是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副秘书长。我想跟进一两个刚刚你已经这个点出来的一些这个战略的发展。首先在那个俄乌冲突引起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呢，我们虽然是在香港，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感觉吧。香港特别行政区呢，还没有受到这个西方的反西方的这个制裁，但是我们现任的特首和后任的特首都是属于被制裁人士。那么这个宏观的环境下，全球新形势吧，香港应该如何自处？就是香港将来的发展，您对一国两制也非常清楚啊。我看线上的介绍，你也在邓公旁边工作过，那么"一国两制"已经这个实施25周年了，接近25周年了。那么将来我们应该怎么走？怎么能够配合国家的发展？怎么能够为国家民族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得益？除了1980年，当时"一国两制"是为了台湾完全统一来设计，你怎么看香港未来的一些发展，请您为我们指明一些方向，谢谢。谢谢黄英豪副秘书长，有请张教授。谢谢啊，这个实际上首先就是被西方制裁在我们国内这个内地啊，然后很多大学、很多研究机构、很多公司都被美国制裁了，我们这个特首也被制裁。在内地，我们叫做是英文叫做 a badge of honor，非常荣幸的勋章，被制裁是很荣幸的。那么这背后就是自信，就是美国你代表的制度、你代表模式都在走下坡的。坦率讲，这个未来不是很看好的。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次俄乌冲突会带来很多变化。我希望就是香港能够密切的跟踪，就是我们大陆现在，特别是我们的有关的机构，正在进行了很多的探讨。你比方说，对于这个金融体制的改革，就我前面讲的，
这个对美元体系，俄罗斯已经是我叫做革命者，我们是改革者。那么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很多也在讨论这些事情，怎么建立一个就是美元后的后美国时代的金融秩序。我觉得这方面香港一定要跟踪，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的秩序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可能会出现很大变化。那么另外就是人民币一定是个强势货币，无论是它是这个以什么样的形式走出去，可能人民币国际化的形式也会跟过去不完全一样了。哎，这些东西我就希望就是香港有关的这个机构和专家能够跟踪，甚至给我们这个大陆的专家智库提建议，怎么做这个能够代价最小，成绩最大。因为总是不能让这个美元一次一次这个薅羊毛啊，这个从世界它就印钞票，然后从世界这个掠夺财产，就像当年97年这个炒港币那样，这是不行的，我们要避免这种。另外关于香港本身呢，我想香港是真是有很好的机会，关键就是内部要团结，要形成共识。现在港区国安法我叫是个定海神针啊，这个政治稳定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政治稳定下来之后呢，我觉得关键是民生发展经济，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特点呢是这个它能够创造财富，但容易导致这个分配不公，然后呢既得利益就是阻挠，改革会非常难。所以我觉得这个由香港人民自己来决定了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怎么完善怎么改革。我个人觉得是实际上应该增加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像西方制度美国制度原来非常资本主义的，然后到20年代这个大萧条之后，他就不得不增加罗斯福新政，就增加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那么在这个改革不能很顺利进行情况下，也许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加法吧。哎，做加法就是我看到这个好像是李家超先生已经提出来叫什么北部城市区啊，怎么一个概念，就在增加点在那边建房子啊，建企业啊，建公司啊，靠近深圳这一带。另外就是科创中心背后有着大湾区，香港的这个大学研究机构还是很有实力的。总之就是要有新的亮点，就是中国模式的人是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哎，做加法，哎，这样呢就是让全体多数人的共识能够放到民生上，不是放在政治分歧上，大家一起把香港经济搞起来，我想这样就好。我暂时就谈这些，谢谢。好，谢谢张教授。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嘉宾有问题想提问一下啊，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先生。你好，张教授，我是那个中银香港的前总裁，现在在梁主席旗下做一些金融方面的研究。其实最近呢，俄乌冲突以后，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对我们内地和香港的金融体系啊造成很大压力。这个梁主席啊，最近一直在组织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啊，在研究怎么样防止这个美国的金融制裁啊，在这一方面做些课题。刚才呢，我非常欣然地听到了教授提到的，就是俄乌冲突以后对我们的思考，其中提到这个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平行的锚在人民币和实物上的一种金融体系。哎，这给我们有点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哎，我们现在一直在研究怎么守怎么防，您这个提法呢是一种开，是一种进攻。教授能不能在这方面平行的怎么样锚定在人民币这方面给我们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教导啊，谢谢。好，谢谢嘉宾的提问，有请张教授。这个因为我自己不是金融问题的专家，就是有时候比较关心。
但你说这个中国人讲叫做功夫在诗外，就你要是个诗人，你要写好诗啊，要在写诗的外边取得一点灵感。有时候外行反而有时候会有一些创新的思维可能。但总体您这个总结对的，就是我们不能光是靠守，而是要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那么我就想，就是你比方从资源来讲，我们有很多这个独特的资源。最明显就是稀土啊，对不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的这个生产国，完整的产业链，坦率说，这个很多产品就是中国是为什么美国输掉这个贸易战，而且输得很惨，就因为它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超过了中国对美国产品。那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金融产品支付体系？反正这个 SWIFT 一定是要淘汰掉，最后只能是很多支付体系中的一种。很简单嘛，这个首先我觉得美国不敢把中国排在 SWIFT 之外，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你要制裁中国，把中国踢出 SWIFT，那你中美贸易就停摆了。那美国人这个超市都得关门了，立刻关门，美国这个经济就要垮掉了，那么世界贸易都要停摆了，这反而逼着人民币很快成为一个全球货币，你只能用人民币买中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他这次这个用这个卢布绑天然气啊，他这酝酿了很多时间，这才是被逼出来的。他那个央行行长那个女行长非常厉害，他是有超前思维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中国有关部门也在跟俄罗斯的这个银行部门在一起在研究，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不光这个，现在和印度也在研究。印度现在也是不叫锚在人民币上，它也是这个或多或少锚人民币，你们间接的锚。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上面有很多余地，但值得探讨。总的就是你这样进攻了，他在害怕你，他在尊重你。总体上，那他们问我说，美国敢不敢这个，就是中国害怕不害怕？美国把对俄罗斯的这个金融制裁、经济制裁全部用到中国头上。我说我们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我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现在是做改革者，如果我们也跟你掀桌子，我们也成为革命者的话，你根本吃不消。我跟你说，美元说崩就崩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超前思维，做一些大胆的探讨，不要有框框，然后呢，最后形成共识。香港、大陆、内地。来其他的非西方世界，一些主要国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完全可以。有时候即使不采取行动，也要造这个舆论，要吓吓美国，太傲慢。